因为这个马上不是也要万圣节了吗？那万圣节的时候，你有过什么就是整蛊别人的经历吗？整？哎，电怎么没这么没电了？那稍等一下啊。放下！啊哈！什么东西啊？你干嘛呢？没有，我没有被。哎，电了，把那个关灯是吧？他怎么被吓到了？你完全没有被吓到吗？我没有。我们分享一下。其实。没有被吓到吗？有一点点。他看不起，但我只能看到这个灯。有我。哇哇哇！啊！哇啊！哎呦！我不能坐了，你快进去，你快进去，你快进去，不要看，我害怕了，哎呦！应该没有很被吓到吧？啊，可能吧。啥呀？有意思吗？哇，我感觉我来到了密室的感觉，好想揍他。是每个人都经历了这个，还只有我一个人经历了这个？所有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水林，然后在这里呢，祝大家万圣节快乐，祝大家万圣节快乐，不要被吓哟。大家万圣节快乐，祝大家万圣节快乐，万圣节快乐，万圣节快乐，总是滑冰车，万圣节快乐。好，祝你们万圣节快乐，祝大家万圣节快乐。你问他，你要尊重人权，你问他怎么了？